的新歌是不是超可爱的？九日下午他们举行第二张迷你专辑的 showcase， 快来一起来听听吧。成员每个都很可爱，但是要选一个可爱担当的话，会是谁呢？저는아직도제가귀여움이담당이라고생각합니다네맏언니지만맏내원래맏내귀여움이세범이었거든요맏내셨군요네그럼한번애교배틀간단하게그럼요잠시하나둘셋아네아네네아네아너애교그렇게하면혼난다아哎呀，这要算谁赢呢？不过说到这次发片，有什么幕后花絮吗？멤버들끼리사주8호를보러갔어요근데네8호에서저희가5월9일컴백이잖아요근데6월달에대박날것같다고엄청바쁠것같다고해주신거예요더욱더화이팅있게연습을했던것같아요相信妹子们一定会大发的啦！